首先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，低温16度，最高温有24度，降雨几率都是落在60%左右。太武来一圈日，15度到25度，1到2成的降雨机会。三地门雾台马家低温13度，最高温是来到25度。高雄的桃园那马上茂林低温8度，最高温23度，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。嘉义阿里山8度到22度，还有1成的降雨机会。南投仁爱鱼池水里信义低温5度，最高温22度。台中和平8度到22度，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。苗栗南庄狮潭泰安低温12度，最高温20度。新竹的关西尖狮五峰8度到19度，有1到2成的降雨机会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11度到17度，在乌来地区有7成降雨机会。宜兰的大同南澳10度到22度，5到7成的降雨机会。花莲新城花莲市吉安19度到23度，2成的降雨机会。秀林万荣12度到22度，2到5成的降雨机会。寿丰丰滨16度到24度，也是2到5成的降雨机会。凤林光复瑞穗17度到22度，在瑞穗有高达6成的降雨机会。卓溪玉里富里低温6度，最高温22度，都是6成的降雨机会。台东的长滨成功东河19度到23度，6成的降雨机会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12度到22度，2到6成的降雨机会。鹿野台东市卑南16度到24度，5到6成的降雨机会。太麻里大武基峰达人低温14度，最高温来到24度，5到6成的降雨机会。在兰屿地区19到24度，降雨机会是7成左右。最后看到外岛地区低温16度，最高温21度。